我被按串流了，了开始邀请。啊！我找你。哦，还好接取不到你。邀请。接取不到我。没有啊，就是好友。续斧头加 tab， 续斧头在，续斧头加 tab。哦，酷哎、欸！有吗？哎、欸，有你耶！啊，你怎么也用这个、啊？有哎、欸！哦哟，你学我？谁学你？你不是要红色？哎、欸，那我去换另一个颜色。啊！等我。再邀我一次。好。哎呦，就等我一下哦，去福特家 table。耶、yeah ！嘿嘿。所以你开实况了？开啦。是哦。开了。等我一下哦，我。好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就好了，就开始玩了。等我一下，我开一下。在旁边放着，耶、yeah ！我要怎么放？这样好，我好了，好准备？是准备吗？我，然后嘞，哦，好，好。两个菜逼吧，哎呦呦呦呦呦，怎么玩？你会吗？我不会，我还没有看。那、啊、怎么动？好像还在读取。你还在读取啊？对啊。好。有右上角啊，右上角不是还在读取？我已经看到我跪在一个大厅里面了。安安，这个现在70块，想说很便宜就买来玩玩看。木瓜安安，哎、欸，我跟你的颜色其实不多哎、欸，可以走了。我看你很黑哎、欸。哦，没事，感谢阿亮、哦。你说我黑？哎呦，75这质感还 OK 啦。他原本不是打折的吗？他原本180几吧？400多块哦。哦，是哦。对啊。等一下，我先把游戏暂停一下。没有，我在。下载刚刚送的那个，你说抓鬼？对啊。我是一张白纸。八五十，嗯。算2.5折吗？75%，对，2.5。那时候听兰兰说喜欢小时候玩什么？哎、欸，那首《鬼舞者》。对，哎、欸，那看到、這個、小时候玩的，那看小时候这个也很像，吊影吊，怎么样？傻逼！你是用摇杆吗？我当然是用键盘啊。他怎么过来了？我怎么办到的？阿 B 啊！哦，右键好。哦，对哦，我是右键。啊，没事没事，我听得懂。我去福特跑步，扛错蹲蟹啊！用光遇哦，靠近火就会发亮，没靠近火就不见。酷哎、欸！影之力、哦、可以转第一人那个
第一人称哦，你不会晕吧？藏在暗影中。哎呀，这跟我玩的游戏相反哎。光晕是要靠近光才能回复能量，这个是要暗影中回复能量。来来来来来，咻！奔跑虚不得。能量在哪里啊？哦，瞄准按住右键，什么意思啊？哦，这样子哦。你的 RB 然后对准地上的红白色圈圈。那我试试看。潜入。什么意思？这样吧。哦，这样子哦。哦。然后会 RB 就好了，这游戏。大家安安。晚上好。我现在有刀了。嗯，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厮杀了。是吗？我好像是没跟你打架过呢。欸，不好说，我们之前小游戏有。你是说那个吗？方块剧场吗？那个也不算吧。不算吗？那有没有真的伤害啊？泰拉瑞亚没跟我打架过。我不敢，你是大大呢。你才是大大。东西，哇！杀了的，杀了的，杀了！开杀，开杀！我好久没有玩那个潜行游戏了。我其实很喜欢玩诶，那刺客教条那种我又不行。我也是，也开始按冲啊！发现了，然后就是，然后刺客教条都当无双在玩，有没有？嗯哼，光的强度决定你的铺路程度。哦，真的要强光还是要铁？酷哦！好的，敢被发现。你被谁发现？被这个发现。加油！加油！我靠！我被打了，一刀死哎、欸！真假的？他刚刚一个月牙贴身，我想说去帮你的，我就死了。你在哪里？救我！有看到我吗？我不知道哎、欸。你在地上哎、欸。你有看到我？我看到一个骷髅头。对，我刚刚死在这里。我怎么救你？天哪！继续下一个关卡看看。好，我怎么那么烂？没有，是你被害死的。有时候有人要从你后面捅你，我要去捅他，就被扫死。喂、欸，你来，我复活了，我复活了。空中击杀没有啊、哦？你怎么用的？就按一个 X 就空中击杀，可能被我杀掉了。哦。啊，所以他不能乱挥剑的。平时不能挥啊，好可惜哦。那可以捅你了。干、哦。干什么？干什么？对，干什么？你看，就这个啦。你被杀死了吗？没有啦，差一点啦。他要扫你，又扫到我这边来。小心呢、欸，你死了。鱼大安安。
应该去楼上吧。好啊。这边有东西吗？反正墙就有问题，压力成这样。有什么键可以触发？没有。Why? 喂，我要下来了。要下去吗？哦，你在哪里？鸟居上面。哦，没有影子啊。哦，你没月亮出来了，你嘿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可以哦，然后你可以跳过去杀人。欸、可以耶，你要吗？你来，我来吗？等一下哦。我都没表现到，不要扛咯。干什么？有没有杀死了？没有，都没有。哎、欸，我怎么死了？我要死了！为什么？我捅到他了！我有看到你捅到他了。为什么你都不会死啊？为什么？我看他扫到你耶！你还是你看到没有？我看到没有哎。好好好，上去。快点，十四，你冲十四的哎。你要在哪里才可以复活啊？我不知道，没关系，我看你表现。No， 你怎么就这样死了？我每次都想保护你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对呀、啊，看一下在哪里。那我要去哪里？对啊，有没有光点？还不这里吧？是光吗？不是这里了。哪里？就鸟居下面直走。就右对啊，直走啊。评价C。玩家被发现。哦，被发现吗？哦，所以不能当无双玩哦。未重生加120。Hello，Hello。Hello。早安，早安。我在等你读取哦。你也有在读取啊？没有啊，我现在画面是我们两个跪坐在地上。我也是啊。右上啦，右上有一个圈圈，你有看到吗？那好像是读取哦。哦，我们在跪拜。真的耶。可以了，可以了。这是什么？什么？狐狸。哦，就他、哦。哎呦。
到后面会不会变怎样的游戏？对、啊，我这边还在约日麻哈，你们约你们约，加油！似乎没人。对啊，没有啦，我还感谢 M 的超级留言。你去哪里？跟着你走。你不要跟着我啦！你为什么过不去？开始解谜了吗？密室逃脱是不是？是这样吗？F 拿卷轴，好。哦，有技能呢、欸。是啊。要怎么点？哦哦哦。然后嘞？酷哎、欸。然后嘞？我是 ESC 可以点技能、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有了，任何无灯光的表面撒下影子。哦，直接强制是不是？嗯哼，选一个吧。我想点哭，可恶。我不用，返回。呵二加。瞄准任何表面。那、啊、一定要点是不是、啊、对啊。我不用欸，不用欸，可以动了，可以动。使用技能，哦，一定要学，好酷哎！教程不用，哦，哦，这样子哦。不用的，你怎么用的？这种倒影，你要，对，你在那边倒影，然后赶快过来。要用走的吗？没有没有，顺的。我再加你的 RB 是不是？对对对。没有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哈。嗯，它是有技能限。秒数限制吗？我觉得他刚不是说要阴影才能回能吗？哦，应该这样吧。好，应该好了。哦，背后有个图案，酷哎！你还没回满。啊！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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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真的哎、哦。哎、欸，我小时候可以用你的。噪音技能有一个哦，不用拉啦，点那个位置就好了啦。你点我脚下，直接用 RB。RB 对啊，有没有？我点，哎、欸，有看我点可不可以？好不好？我点你，你顺，你顺，有吗？哦，你顺，有，可以，反正就是影子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小秘密。嘿嘿，要去那边吗？看影子招。哦，好多人哦。欸，能耗蛮多的呢。我好有人。有人哦，注意哦！
怕什么？怕什么？你会复活我啊！假赛，假赛！哎呦，光的地方不能用哎、欸！你被发现了呢！哎、欸，大家都发现了，大家都发现了！嗯。我被插到，干我！你怎么可以打我？不是我！我干！哦，天哪！你在哪里？你死了吗？你有复活吗？我重生啊！等我一下啊！我在光域，哎，怎么了？他突然就这样了，这不是这样的游戏，这太难了吧？怎么这么突然？没有，我刚刚躲起来之后被看到了。哎、欸，有问号，有问号，你小心哦！他拿出他的棒棒了，他拿出他的棒棒了！哈哈，好啦，白痴哦！有一个啦。你那边有问号？我知道。不要哦，你不要哦，你不要哦，收起你的棒棒哦。很多人哦，小心哦。没事没事没事。哦、你好棒哦，你是真正的暗杀人。不是啊，他在那边干嘛？好、哦、可以哦，好、哦、可以哦。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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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今天发现了，就是吗？你躲起来，躲起来。啊！快躲！快躲！快躲！还好金娜很少。对，干，有跑过来了，有跑过来了。会动的东西就杀五色，你不要动，不要动。哦，靠！好前面哦，你有看到吗？有。哎、欸，他，哎、欸。好了好了，死一个！哦哦哦，要经过我旁边了，宝贝！啊，宝贝儿！哦，你看他在那边。我自己在哪里？好嘞，好棒哦！哎，好，走了。那边比较好，是不是？没有，并没有。哦，有人哦！你在哪儿？我在回能量，我站在路灯下回，哦、白痴哦！你这样回得了吗？回不了啊，我能整个没有了。哪里儿？fuck fuck， 那边有人，你来我这边。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在干嘛？我在光域。好了，你那边吗？对，来我这里。好，你先回一下吧，你能没了、欸。哎、欸，蹲着不能回哦。你要按，你要阴影才行啊。这里是阴影啊。你刚刚在用你的那个影子，刚刚那一招，第一招的影子。然后嘞、哦，要干嘛？干掉他是不是？我拿，对，在这边，在这边，这边。哦，你好，你好屌哦。有问号？谁、欸？谁看到你了？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他跑过来了。欸、他眼托。嘿嘿。那不要扫了，扫到你又扫到我就好了。哦，这不好说。哎、欸，
他滑步哎、欸，你有看到吗？没有，我过去看。哎、欸，会耶，他会滑耶。这边还有多少人呢、啊？好多、哦。卡四角、哦。你怎么杀人的？嗯，就走过来让我捅啊。怎么了？那边有人呢、啊？有问号哎、欸，在后面。尸体被发现，不能被发现哦、喔！啊屁！哇塞，他没有教我可以藏尸体的、啊。我死了，重来哦、喔！啊！我要拿我的宝贝大刀杀了他们。哎、欸，你看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分开吧。好啊。你在哪里啊？我在左边。好。差一点点。没有啦，这样好，嗯，怎么了？没有啦，我说他没看到我啦，那干嘛？我想说你那没有什么，哎、欸，问号，是我，他看到我，是你，你在睡觉吗？哦，你好屌、哦，屌屌的，你很屌啊！天哪，很可怕呢，他们好像会乱晃哎，金丹号，是我。白痴、啊！怎么了？躲起来！不要！哎、欸，屁嘞！所以也要我挂你才可以重生。你要过去吧？过去吗？就是你要过到下一张图。哦，不然就是我死，是不是？不要，你不要死，你给我好好过。难呢、欸。看一下有什么按键可以玩，选项控制，视频，没有哎、欸，控制蹲下，好多人哦。就是要怎么打？他们都会剑气耶，要怎么打？对啊，想跟人王一样丢苦啊！我也想，他不会动的。怎么没发现尸体？怎么可能？好了，发现了，天哦！你跑不掉的，啊，老丹呢？送过去看他。等等，干，被发现了？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其实你不用用那个你的另外一招送过去。另外一招。对啊，就影子就可以了吗？对啊，不用影子也可以啊。你现在顺在你隔壁的亮点也可以。对啊，啊，刚刚看你想说你怎么拉一个影子出去？没有啊，还是被我按走。哦。嗯啊。
嗯吗、啊？嗯，在哪里？有。还有多少人呢、啊？你没办法上帝视角，对不对？对的。哦吼。看不到人在哪兒、欸。对，我也只看到他而已。黄神，加油！黄神，啊，所以发现尸体其实没差哎、欸，就是躲起来躲好就好了。对啊，只是扣分而已，分数对我们来说算什么？等到后面技能点数高之后回来刷就好了。哇哦！嗯，好明目张胆哦！哎、欸，还有人哦！哇，好多、哦！我的天哦！三个哦，好像不止哦。目前看到，哦，四个呢。我可以直接逃跑吗？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走过去吧。那个鸟居上面没有阴影哎！哇塞，哇塞，冲啊！你好！哇！哎、欸，还没，你复活了，复活了！耶、楠楠太强了，楠楠太强！那、啊、你在哪里？我在你的上面。哎、欸。上面有人吗？哎、欸、有啊有敌人呢、欸，哎呦，嗨，hello，hello， 嗯，哇哦，繁星在杀人啦，生气呀、啊？为何啊生气？这个要去哪？哎、欸，我到了。啊，你怎么过去的？我这里吧。你在哪里？啊、你怎么穿越那些人的？嗯，绕边边啊，不然就走屋顶啊。屋顶有些柱子可以走啊。哎、啊，你进动画了吗？对，我进动画了。我想說，那这让这也有点像天珠。我刚想说，只是靠近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而已，然后等你了。这什么动物？妈妈，这可以养吗？抖音看太多。狗狗，可爱的狗狗。哇，这什么？哇，对面有一个动物。嗯。哎、欸。哇，你好强哦！这边都可以直接顺了。
不用影子。左上面这边 ，Hello。Hello， 我在这。Hello。哎咻！哇龙母。跟着乌鸦。跟着乌鸦是吧？RT 倒影，然后嘞，到这里，顺这里，到这里，顺这里。你在哪里？我在你头上啦、啊。诶、欸、倒影啊。对对对。有一个成就是要杀死所有人呢、欸。哈？你怎么知道？啊？我那时候你在玩日麻的时候，我在看。好啊，杀回去啊。No。玩玩就好了，什么成就？成就的东西是玩泰拉瑞亚的才需要。啊啊！我应该跟你玩那个啊，双人成型，还没买，好像可以跟我一起玩的样子，就是用那个分享那个，哦、啊，白天呢、啊？哦哦、嗯，还是你要现在？我都可以啊，我没差，那就改天啊，没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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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差我这一个。来嘞，赶紧走这哎！带我走。你看，叫我不要跟着他，就要走我前面。检视目标C。哇，我好想要弓箭哦！哦，我不是 YouTuber， 我是一个小会师，是一个会画可爱繁星的人。按错了，欸，人很多欸，你很敢跑欸，我不顺啊，我哪有跑啊，不是，你也是很敢，而且那人的视角感觉很容易看到呢。你被看到了，嘿、hey, ，你要被看嫩，靠，对不起。这、哦、样我们要怎么一起过关？你要赶快跑走，你赶快躲开，躲起来。哎、欸，不行啦，两个叠在一起，我来不及跑。嗯，我想想看哦。你这需要我怎么样呢？你捅了他，快点！楼下只剩他一个，捅了他会有报酬，就是他捅了我。快点，他现在很笨，他现在卡住了。我闪不过去，嗯，我现在、哦、走过去啊，你走过去没事好不好？好。啊，你有事了。看不到上面。嗯。是光，有光，有光，有光。嗯。完了，宅男最怕的东西，宅最怕的东西。是光啊，是太阳，是光。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照乖一点哦。可以了啦。我也知道。
是风声，不是风声。你错啦，是风声。嗯？嗯？你说什么？没有啊。我稀稀疏疏。哦。就搞稀稀疏疏的呢。对啊。就搞疏的。哦。靠。哦。干嘛？走过头。我不能骂脏话、啊。那边是不是光啊？那边？这边啊，这个。我看不到你在哪个。你说你对面那一条吗？对啊。哦，可以可以可以。我是不是应该冲过去会比较好？还是杀人？才落单了。嗯。我是你，我就大叫了。哎、欸，快看，这个有逃三道，走吧，繁星，我们走、嗯。怎么不能走？嗯，上面吧，你要跳上去啦。你后面，哦、你后面。我后面吗？哦，他吓到我了。繁星，你复活了吗？还没。哦，哦，你复活了！死了，不能跳。我以为是要下去了哎、欸，怎么看都像啊！我没看到对面有路哎、欸。你要不要跳啊？你跳下去可以一起复活。来了吧，我们一起殉情。你看他说前往下一个区域啊，下啊，没有人这样子的，你好歹要有一点好奇心上来看一下，对不对？哎、欸，他地图变了、欸，哎，他刚没有啊？有吗？我单纯呐、啊。好啦，你就。可爱又蠢，要怎么上去？哦，对，哎 ，Victory， 我死了。Oh no！ 我看我可不可以往前？我脚发了。哎、欸，有卷轴哎、欸，等你起来拿好了。咦，哈哈，哦。哦，我怎么那么雷啊？天哪！疾风声也是跳矮的。换你了是不是？换你了 是我来了，我来了，我救你，我救你。这是一款什么游戏？自杀游戏。跟你讲啦，有时候就真的，人生不如十之八九了。我到了。有一个卷轴，你先不要往前。我知道啊，我在等你。耶、yeah! ！Go go go！ 来路。对，耶耶！你拿吗？拿了，你拿了，好哦。所以你死掉，你就可能拿不到了耶。对啊，这是我家。你家好棒哦，有床，有卫浴，还有厨房。嘿嘿，这是一个得意的笑声。嘿嘿嘿嘿，开心，被夸奖了。走吧。你哪里学来这种东西、啊？哦，评价是 C 啦。哎、欸，这边有四个东西可以收集哦。要回去吗？卷轴哎、欸。嗯，一关一关找。现在他们还在玩雀魂，他们其实都会在玩啊，我都不会玩。我刚刚想过要不要下载，但你放弃了对不对？对，
想一想，我还是对麻将不熟，我只懂扑克牌。前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有人教过我台麻，我好不容易懂了，但他们台麻很简单诶，台麻很简单，所以他们才会简单，简单太多了，真的假的？嗯，哈，日麻是要一个排列组合成型才能胡牌，那台麻是不用。真的假的？对啊，所以日麻，你知道台麻节奏很快啊。他们太快了，快到我整个就是，我还会出错牌。哎、欸，你被惊动到了！他为什么会转弯？我的天哦！来救我吧！我是不是要去自杀？来救我吧！你看你哦、喔，你要全部，你要一个人全部 solo 掉也是。好啦，你带一个走了啦，睡啦。安安，台麻随意就好。对啊。这个是对一个新手来说，才不是随意，我还在看我的牌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开始在赶说，快点，下多节了。你在那边是要干嘛呢、你要知道他们有剑气哦。我知道啊，他们剑气很凶。他发现尸体了。啊！我真的没有遇，没有那个、欸。哎、欸，我挡下攻击了，怎么办到的？哦，是你吗？对，我刚挡下攻击了、欸，哎，你现在没办法挡下攻击了，你现在好几个人要来追杀你了。安安，陆景安安，我死掉了。回过头来才发现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就在看着你自杀，怎么我自杀？没有，他们惊动到了，所以你要躲起来啊。我在想办法躲了，我真的很努力在躲了。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字。我靠，在看这个文字，墓碑的文字。你可以动我的视角。可以啊，我会到处看，现在看你屁股后面都可以啊。有三个人在那棵树上啊。我知道，你帮我注意一下前面。啊、前面，然后下来，下来，陆续下来了。好，很好。后面一个落单。哎、欸，嗯，你要不要随便按一下，看可不可以复活啊？我不可能啊，不可能吗？可能、啊、F 力 X C B B N N W S B F 一，板金好雷，我很雷啊，我板就很雷，不不不不不。嗯，我想一下哦。玩了魔兽世界就知道了。这墓碑可以干嘛？会卷走吗？没有。啊，好多人哦！直接跑起来好了。好啊。真的啊，试试看。你看啊。我其实有想过，这游戏其实根本不用杀人吧？我帮你看卷轴。不、哦，我过了。你好猛哦、喔，对不对？我就说这游戏其实要这样玩啊。你死了，你死在那边。我还有骂脏话了。我要回去，我要去救你吗？还是换我表现？好，让你表现。有什么问题？哎、欸，这应该已经到那个啦，一个存档点了，不是吗？你怎么跑回去了？是存档点吗？啊！
靠腰啊！不是，我复活就在这边呢、欸。对啊，我跑上来了、啊。对啊，是这里呀、啊。所以是要，哎呀，所以是，所以是要顺里面是不是？哎、欸，我看一下、喔。下去没错啊，是下去啊。是吗？你刚从那边顺过来的不是吗？哎、欸，对不起啊，我忘记我是路痴了。啊，看我走的是对的啊。一个路痴对上一个玩游戏的白痴，只是不好意思啊。那是要跑去哪里？哦，岸上。嗯，凡，我到了、啊。哇，完全没有人看到你耶！厉害吧？那你往前走，你往前走。等一下，他不会把我穿过去。你死了、哦？我没死哦。好好好，那我走了。那好，除非你有看到东西。有，有人看到我，杀他。好，然后警戒值很高。啊！哇，我差点死掉。惊叹号，你那边很多惊叹号。这里呀、啊，可是这边要干嘛？刚刚那个白狐还在那个讲话，那、啊、我躲过去了。先找到神印，好啊。所以刚刚其实还是要走这里，找神印。什么叫神印？有个印章。嗯，是好多人哦。神印吗？嗯。我的。哎呀！哎、欸，你怎么挂网嘞？出事哦！白痴哦，应该没事吧？那你刚刚怎么在挂网？光遇，哎、欸，可是我躲很角落哎、欸。哦，这我不知道咯。那个，那你感觉在上面啊，要不要先看一下？好啊。喂、欸，哈哈，被杀到了。上面吗？我们要先去接触吗？穿过墓地。看一下哦，等我十秒钟，没关系。哦，看到了啦，原来在那里哟、哦。哪里？你应该有一颗键可以按，我是 C 啊，它会显示说东西都在哪里。因为刚刚它有教。哦，喂，怎么变成下了？好，啊，冲过去吗？你要冲吗？我看一下哦、喔。哎、欸，哦，吓死我了！你知道打他吗？我没有要打他、欸，我想说，尝试不打人。哎呦，是树的忍者哦。对啊。
哦，这里有。哎，是吗？是你吗？是我。你看，你知道太多啦！我操！厉害吧？死了。这是什么？你看我的画面。暗影之技、哦、有使用限制，披风上面放是什么？哦，你可以用几个技能，是不是？你怎么拿到的、啊？我不知道了。我刚好撞到这边的时候就拿到了。怎么这么多人？找到神印。靠腰。爱吹啊，哄他。吹屁呀、啊！吹，惨喽！哎、欸，你好扯啊、哦！还一个人，还一个人。还一个人，我看到他没发现尸体。还有还有还有，看神鹰在哪？啊！好远呢、啊！你怎么死了？我打不过两个壮汉呐、啊！好远哦，要这样过去哦。有个神经病要过来了。神经病。哎、欸，哇，对啊，我刚刚也是这样子哎、欸，他捅我的时候，瞬间我挡开，不知道怎么挡的。哦。那边只剩一个吗？好像是哦。嗯。好妖啊！你好强哦、欸！你后面有卷轴哎、欸，啊，那是卷轴吗？你吃啊、这个！哦，故事，你可以复活了，拿到印章了，你骗我是铃铛吧？画风好不日式哦。对啊，有点欧美欧美的。求于说我很适合当忍者，我是一个能不杀人就不杀人的忍者。玩笑，因为杀人的话，他们会很凶。哇，这他小时候、哦、眉毛怎么差那么多？眉毛不是圆的吗？啊。杀人机器 ，It's me。让他很激动哎、欸！哎，装这个铃铛，走路不是叮叮叮叮叮，想害我？被发现了，看一次不够。真的、欸，挂在手上哎、欸，啊叮叮叮怎么办？没气哦。可能有新技能吧。暗 V 发出叫声啊！哦，真的哎，这是用铃铛哎。
哎呦，你跟我同时杀哎、欸，刚好两个一百。哦，所以这不卷轴，白痴哦。这是我家。又是你家，好好哦。有没有漂亮哦？有。你来看这一幅画。旷世巨作，绿毛虫，旷世奇派，哇！走吧。V， 咪咪咪咪咪咪。啊，叮叮叮叮叮叮。哦，他会漂移耶！也会漂移。有一个人跑进去了。我知道，我把他引进来的。啊，叮叮叮叮叮叮，过来。看你，但他叫了，你叫屁哦、喔！哦，嘞，叫你进来，你那边叫别人进来。你去哪了？你怎么在里面？你家，我死了哎、欸！你相信吗？我相信。东西、啊，我要去下一个神坛哦。啊，这个要干嘛？那个要干嘛？你看哦。我在看。哦，没事。离开本区域哦。好的，我离开。等我一下，我现在就离开。嗯？哎，我的，我的，有一道墙。哎，你复活吓我一跳。你好会冲哦。其实他们还蛮好冲的啊，这个会不会就是把他引过来吧？回来，杀他，柳丁安安。哦，你好，你不要吹，是你那边吗？你啦，我吗？你刚引到的啦，没事的，等下就没事了。他叫我们离开、欸，哦，去下一个地方。这是走比较里面的、欸、，Hello， 怎么了？离开本区域，对啊，走这啊，还是进不去的啊？哎、欸，进去了，没有哎、欸，要甩个云当哦，耶、哦！ Yeah! 天哪、啊，什么都没拿到哎、欸，玩家被发现减1200哎。被发现是要，敌人被分散注意力。会重生。哦，之后会有弓箭手哎、欸。哇，对啊，我看到拿弓的。巨。秒。
看来真的要杀光很多了，还慢慢探索啊，拿弓的。我总觉得正常程序我们应该也拿到了远程武器可以射他。对啊。哇。啊哟，那个线会动哎、欸！你要杀他吗？你说上面那个吗？好像也杀不到，只能。过去再杀了是吗？击倒时光者，哇哦！太远。有了有了。哎、欸，被叮当。两个。帮我杀后面那个。哎、欸，没有，他没被。哎呦，他被他同伴射穿。哎、欸、屁！我看血死啊！我想说，终于不是我雷了，安总射到我这边来。哎哎哎哎哎！他射你了，卡键，我卡住了。哦，是哦，看到你了，看他射哪里？他乱射哦，哇！那浪费影子。没事的，我要相信我自己就是影子。剑可以送到哪里去啊？哎，我靠！你看到了。他吹了，我能干嘛？吹屁，没人了啦！哎呦，好可怕哦！是往就是暗的地方是到处射哎、欸，这种病哎、欸啊，难怪你刚刚被射到。对啊，哇，射好远哦！我要等他冷静，我才可以跑。哦、我刚刚站起来应该就被射到头了。啊、他要射我这边。好、哦、没有。他冷静了。冷静了哦。哦我的天。哎、欸、解锁成就哎、欸、什么成就啊他刚刚一直瞄准我哎、欸。要赌喽！好，这什么？这是什么？哇、啊！哇，那个不就是摸下去头发会竖起来的东西吗？对啊，有路哎、欸！复活了吗？没有。打他！打他！我说到这个，那个谁，香火重生更新了，对啊，会有更新。哎、欸，最左那边路痴。路痴好像走这里耶、欸，是吗？对，走这里。哦、耶！按下，要去上面。哇，好多人哦！哎、欸，有两个地方哎、欸。哎、欸。有，我在看。
啊！被看到，被看到，被看到！警戒太高了吧？那个人智力 1.0 哦。哟。干嘛？我刚刚有一个人走过去，还没看到。我知道啊，想说。我觉得很好。时光者在哪里？路上啊。啊！我按到铃铛了，吓死我了！哎、欸，有卷轴。哎、欸，在哪？隔壁啊，我隔壁。对对。嘿嘿。一个在上面呢、欸，呼呼。没错。啊嚓！哦哦。我们在哪里？我在这里。我去！哇，上面也太难了吧！我上面，你在哪里？哎、欸，你先上去啊！我打完两只了、欸，这边好多人哦、喔。走上面啊，上面安全多。走上面吗？怎么上上去？上来啊，就一样顺顺在那个上面啊。我会死哦。哦，没死。顺顺上去，倒是没看到。就是你刚刚第一次顺过河。啊、你死了、哦！我死了。你第一次顺过河那边就可以爬上来了。是哦。对啊。找到神鹰、啊。神鹰是哪一个？那个白色球球。哎、欸，白色球球你打掉了吗？打掉了、啊。就嘟嘟嘟嘟。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哇，耳朵好痒！哇，好啊！有做棉花棒。哎、欸，明安安，好久不见喽！你复活了！哦，是哦，没有啊，先进剧情。那、啊、是不是复活了？娃娃，你好棒，哦、好像光源那个。来玩啦！小发型。哦，手机屏幕太小了。那我也是手机，好不好？哦、啊，我在想 Switch 会比较好控，只是怕 Switch 打字不好打而已。它不是也可以触控吗？
哦，因为我怕我实况要拿起来打。哦，康宇，晚安。这边是他家，你不能再说是你家了。棒，到处拾荒，蓝辣蓝，哟，蓝蓝啦，蓝蓝啦，路痴走这里啊，路痴，不要再走错了，不要再相信自己了好吗？我是最棒的，路痴来了，怎么了？蹲下，走过来。我以为死了。你死了？我以为啦。哦。欢迎睡觉。该睡觉了。晚安，晚安。这是存档点吗？还是什么？哦，存档点是不是？哦。跟那个一样啊。酷欸，所以我可以自杀。酷欸，前往下个区域，哪一个啊？那个球球吗？倒三角形那个吗？对啊。啊，走这里。我要跟着你走。哎、欸，他看到我了！哎、欸，小心哦、喔！弓箭很凶呢、欸。哟，你没看到我，你没看到我！啊、哎！你不能翻滚！小，他们这样找得到我吗？那真乱射了。我是从。我是虫虫，我是草虫。可爱哟！另外一边的弓箭在乱射。嗯。很难呢。好，我要跑的咯。好，我看走这里哟。那我晃什么？天啊！移岛时光者。哦，你不在，我要怎么玩这款游戏？可以啊。为什么会问号？你复活了？嗯。哎呀，我的，太乱射！所以我是到下一个区域你就会复活，还是你在神坛中复活？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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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救你？我在那我柱子，你不要看我。我看了，我正在看你，因为我死了。哇，两个人在射你哦！哦，是挑热哦。你有运动到了。我真的运动到了，现在全身好热，都是汗。现在靠你了。
啊？哦，惊叹号！哦，我们可以把是可以用消失哎、欸？怎么用？那个靠近有一个叫隐灭的，然后要这是技能。哟，对不起。嗯，好，你是在看技能哦、喔？对啊，那你要先点哪一个啊？瞬杀还是隐灭？一光神技能吗？嗯啊。可是我差一个就可以玩苦了、欸，哎，有苦哦。攻击技能啊？啊，真的、欸？我们再等一下好了、啊。等等嘛，反正我那么强。我看一下哦。还有陷阱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陷阱怎么样。那技能不能返回啊，所以要想，好像、啊、想一下哦。只能去巴哈找看看有没有。酷欸，好，哦，慈光者，有了，放下桥，没什么过去的。我刚刚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路痴的威力吧，哦、超强哎、欸。哦，我开了一个记录点。哦，光会把我的，哦，嗯，光会把我的那个技能条给弄干，对啊，放下桥，桥在哪？你被看到了吗？没有。哎、欸，哇，为什么？是你吗？不是我啊。刚刚一个拿刀的往你那边砍啊！哎、欸，在瞄你。没关系，打不到我。
哇，你好亮啊！对啊，上不去。你现在应该没技能了吧？你现在能量应该没了、啊。你要硬硬才能回技能，不是吗？对啊。嗯，现在要干嘛？你跟我做。我有没有想说想办法上去？哦，打那个吗？慈光者吗？慈光者我已经打掉了。现在要放下球，要去那个三角镇那边。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哦，原来走到这边来啊，路痴，找到你刚刚找的路了啦。上不去。哎，白痴哦！我怎么砍不到他、啊？你死了？我死了。我还想说要怎么上去的时候。弓箭手狂射都好可怕哦！哎呀，我身在一堆人之中，对啊，离太远了。我要冲喽！等下死了就死喽。嗯。哇，瞎子啊！哇！我怎么下去？啊，这边太亮了。好猛呀！一，一，这个成绩真的是很让人不快乐。我们又在发作了。嗯，烦，干嘛？怎样？我好期待玩明天那款哦。可以啊。对啊。对啊。那有多强？超强的那种。那我一直在打嗝。嘿，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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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哎、欸，你好，你好。嘿嘿，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光球是什么？哦，那光球不是结界吗？潜入卡中。哇，潜入你最会了。没有，拜拜，我才会。不是那个光，那个塔。
全亮的哎、欸，无死角呢、欸。你不要吹哦，不准你吹哦。那个吹会影响哦。我以为是铃铛才会影响。没有啦，就是我怕要发现尸体被啦、嗯。发现尸体了。对啊。真好。哟，有两个剑啊！天哦、啊。真好，真好。啊，一定是我们技能太少，就要打后面的 BOSS 了。天啊，是吗？所以我们要去前面的那个。我觉得是哎、欸欸。我断线了。好耶、欸！他使用超强技能哎、欸。那我试试看这个东西。哦，果然我们不能。我想去撞那个光圈。哎、欸，我们打到第五章了哦。Asahi，Asahi， 不去接你。呵，呵呵哈 ，Asahi。重新章节。二爷，任务是什么？什么任务？我不小心跑进去了。喂，你在哪里？我出来了、欸。喂。对，我不想跑进去，等我。哦，返回。哦，哎，哦，你是说继续是不是？我刚才点继续。对啊，哎、欸、哎、欸，你不是要接我？我知道，我也点了继续，我以为是从继续那边开始用。回主菜单是。这个英文怎么念？那个英文？故事下面的英文。Night fail 啊，那什么意思？重新吧，是吗 ？fail 不是失败吗？啊，夜晚的失败是什么？哦，哦 ，DLC 吗？不是 DLC 吗？欸、对耶 ，DLC 耶、欸，你英文不是比我好吗？啊，我哈，啊。啊咬我！被弄了，反我还是改不了拍拍手的习惯。我拍拍手，我还是有那个习惯去拍拍手。哦，哦是繁星呢，哇，是大大邀我玩游戏，好快乐哦！哇，大大我来啦！拍手的声音会被录到吗？我拍手。哎、欸，你刚刚难度是很简单呢、欸。对啊，我们最简单还这样子哦、喔，酷，酷，酷，对，是简单诶、欸。我要从前面收集吗？第二章可以啊。好啊。第一章没有，第一章没有，第二章开始啦。好，准备。哦，准备。哎、欸，我们按到准备有。哇，现在还有82个人在看，都不睡觉。哇，看着我们下跪。跪好久。凡凡只会在我在的时候深夜开台，不会啊，当然不会啊。啊啊，不是因为我在吗？因为懒懒在啊。对啊，对啊。我们跳过吧，房主。我们跳过，哎呦喂，你好厉害哦！哇，跳过也有成就哎、欸，哇！你跳过一个游戏，倒影。就是我们刚刚走的吗？对啊，是，抱歉。我要努力到。
好想打破这种箱子哦。箱子是用来打破的啊。对啊，还很早吧？不不不，这你就不知道了。一些乖孩子都蛮早睡的。对啊。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是，回到家就先睡，然后大概三四点才起床。要从这边找卷轴，啊，哎，那这样可以用铃铛吗？不，没有铃铛。不是乖孩子，没关系。你不是乖孩子，那就是乖大人。感觉墓地这边都要杀光才能找哎、欸。没关系啊，豆豆来。好啊。豆豆来，我被你吓到了啦！干嘛？我就黑黑的而已，会吓到谁？吓到我啊！哦，吓我一跳！哦。干嘛又是我了、哦？不是啊，我被那个吓到。跟他，对他，我不可以，我不。我不可以顺到他影子下面了。哇，你好棒！不是卷轴吗？你那边？那是骨头。啊。好。卷轴，我看到了，在哪里？摩阿波那边，那边，你看摩阿波那边，走过来一种走，我看得到哦，哦，那边看到了，对啊，我要杀他了，好。我会看呢、欸，天哪，耶、yeah!！还差一个，可以选手里剑了。你可以选了，你可以选了。那你要选什么？哦，你选了哈。哎呦靠！对，这边只剩两个吗？哎呦，有一个看到你了。他没有了，他死了，他看不到了。他死了。好，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乱看东西了。会长针眼。物理上睁眼，拿针插他眼睛。哎、欸，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你去杀另外一个、欸，还是我去？我去你很亮哎、欸，然后你杀这个，你杀这个。哎、欸，你会被发现了，尸体被发现了。就想啦，没有让你时间发现。好了。哼，被扣分的。没找了。你是后面技能多再回来刷吗？对不对？不用啦。如果还要回来玩的话。
会不会其实在里面啊？不知道哎、欸。哎、欸，我踩到水会不会死掉啊？没关系啊，等一下就啊，你想一下，这个游戏怎么可能会游泳？在干嘛？那你去死吧！好吧，好，你死了吧。他可以让你死了。你才轻轻蒙到哎、欸！好了 ，you 我复活了，我复活了，复活了。屋顶看一下，没有。没有。有人，等一下。还是要把他们两个杀掉。你笑，怪怪的。啊，这是等一下出去的路。你要现在杀吗？到时候要三起杀哦。你是哪一个？啊、你要杀吗？你要杀哪个？白衣服、黑衣服？我杀白衣服好了。啊、那我等我一下、哦，黑衣服离我有点远。哎、欸，他们走动了。啊！杀白衣服。欸、跑步了，我看到了、欸，哎，这个吗？我不是、欸、白痴哦、喔，没有没有没有，鼓上面亮亮的，我以为是。你怎么这样乱看我家东西？哦、你家东西好看呢、欸，被发现了哦，跟你，哎，有意思。我走上面一门之隔，哼，嗨，日文，没日文，啊，韩文啊，日文，啊啊啊，哦 ，sorry， 啊，我没走，哎、欸，是我吗？我吧，夜十七跳过是不是？好，跳过，没有哎、欸。我觉得那个韩文很可爱。怎么啦？每次都是打那个生气的脸，翻新然后生气的脸。我说他干嘛？要生气？我不知道啊，他很喜欢这样子啊。你看我在大鼓上，好吧，这边可能没有。对。嗨，哎，哦，没事。那边不能去。
便，然后呢？上去。跟着乌鸦，可是乌鸦没了。哦，对哦，上来。哦不，啊结束了耶。前面还有啊，这第二章还没结束不是吗？我们要跳那个。耶，好久不见。吓死我了。哎，好久不见。对不起哦，对不起哦，吓到你了。哦。哦。吓到。我这边就是我找到那个啊。对啊。那苦有用吗？我说瞄准远处敌人，按下一。不是，不瞄啊，无感呢、欸，还是只能对弓箭手有用？有个距离范围，我靠近一点。很近了呢，还是只能对弓箭手有用？太酷了吧！他介绍就是这个啊，远处的敌人没用啊，好烂哦！或是还不清楚怎么使用而已。又被路可到了。对。哦，我们杀了100个人哦。好强哦！哇，这一下很痛！我从他蛋蛋下面戳下去。哇，你也是蛮坏的。哦，你很会耶。没有啊，怎么了？没想到那边可以走。我只是在找东西啊。很会。那这边都没了，我走开了。没有。嗯？想要鸟居上面有没有东西？啊，找到了，找到了！你好棒哦！哒哒哒哒！开心的像个孩子在奔跑。啊，怎么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到。对啊。哎呀！
快拿吧。拿了，我拿了，你嘞？拿了。拿了，走啦。我赶快过关吧。很快可以关台了。开门。啊！你要继续上班了，哼。你多大啊，韩文？直接加韩文。我都加韩文啊。不走这啦，白痴啊！对不对啊，繁星？哦，来啦！什么？哎呦，我知道，哦，繁星，我不会被骗的。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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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赶关台，赶关台，十二点了。C 了吧？嗯，为什么这样才 C？ 时间太久吧？是这样吗？对啊，玩家被发现尸体，被察觉。我没有被发现。对啊，奇怪。奇怪，哦，之前的游戏没时间玩吗？不是，嗯，后面有时间的话会玩。嗯，可能会重玩啦，一些因为记录不见了。哦，对啊，哦，对啊，哦，哦对啊，哦，对啊，哦，你是干嘛？哦，我没想过。嗯，就之前玩那个 RPG 啊，哦，那些游戏可能要重玩。可是你开的吧，是不是？我开的啊，但你角色不见了啊。哦，你还记得吧？哦，对啊，在不同电脑。哦，二。哭成这样，不是啦，最近楠楠比较有空呢，会一起玩。一个礼拜可能有一次吧。哇，至少比两个月一次好了。嗯，没错，没可以等哦。永丰，你好棒哦！给你一张好棒棒贴纸。啊，刷好棒棒贴纸，我直接我被扣光，你知道，还变负的。嗯，哪里来的好棒棒贴纸啊？就光遇啊，我们的光遇幼稚园。那，啊，你啊，等你，哦，等你 Switch 的有得玩的话，再来玩。嗯，光遇幼稚园。啊，好啦，那我们来看看那个那个任务是什么，好不好？什么任务？这一关的任务吗？还是？不是不是，那个，我们回到主选单。主选选项。返回主菜单。哦，对对对对对，那不是骗小孩的东西吗？哦，我小时候真的被骗过，就那个看医生要打针，他会送我贴纸，我是真的觉得可以，为了贴纸我愿意打针。任务啊，嗯，来路任务吗？新任务，新任务，这可不是每日的那种吧？是吗？城市地点小。而且还只能一个人呢，欸，建创，还真的，哦，我们看啊，教哦，白痴哦，喔，自己盖哦，喔，自己盖一个任务，杀回，哦，没，我没那个兴趣，没了没了没了，皮肤有没有解锁啊？没有，获得13个幽灵奖杯。人名恶鬼，我感觉很后面的哦。你说灰狐你很喜欢是不是？我喜欢冰狐。有冰吗？啊，哦，你很，欸，你很适合红狐。哦，橘橘的，橘橘的。哦，教主开什么都看，他也是淡水人，可爱的粉丝。是哦，对啊，因为有时候跟他聊雨下很大的话题，他都可以跟我有共同的话题。没有错，雨真的下很大。今天台中有下雨，很好啊，很大呢。好啦，先关啦。他有更新一些，对他有，他还有更新一些后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你的记录不见，其实很可惜，对吧，啊？啊，那到时候他是真的可以长时间挂着再来玩。那，啊，我们那现在我们来玩，现在，对。玩什么？你有那款吗？哦，对哦，我没有，哎，对啊，哦，
因为他主要是他的账号啦，在不同账号，那账号白白的，没事啊，再送给你啊，有什么问题？很揪心哎、欸，很揪心啊，揪心是很多记录哎，对啊，重点是那卡片，记录就算了，真的很痛，还要再花钱，对。好啦，关游戏、啊，好好好，看要玩什么。你要续开是不是？可以啊，你要续开什么？你要玩什么？你要什么可以玩？你要等我下载呢。你要什么可以玩？你要等我哦，你要等我下载呢。对啊，你还有什么可以玩啊？我目前没有了吧？我看一下。还是我会送你抓鬼。我没玩过抓鬼。我也没玩过啊。在里面喊请给我个信号啊，那个啊都可以啊，我什么游戏目前都玩。哎呦，萤幕太大，那看一下商品页面、欸、可是它有点大哎、欸，读好久，我看一下咯。两 G 的这款游戏我下来快十分钟吧。你刚忍着让我有点3D 晕。哦，是哦，对，哎、欸，都不跟我说，我没有意识到啊，所以可能会加开哦。那个刚刚说辛苦了就收回，很可爱。换一款好了，哒哒哒哒，嗯，没了。啊，那款 RPG 你还有兴趣吗？ Yay! 有，哪一款？那时候是挂用史莱姆挂机的那一款啊。啊，有，那個、好有兴趣哦。你是认真吗？啊，有。对啊，怎么？商店页面。他有绑另外一个人的账号哎。绑什么账号？要跟别人借账号，有一个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账号好多游戏，只要你喜欢的我都玩。对啊，刚好连续三个辛苦了都被收回，超可爱的。啊，那问一下哦，我们全部角色重开吗？嗯，对吧、啊？就全部再从零开始，是不是？好啊，也只能这样啊。啊，不然我超前我也玩得不开心。你只会被我说，我要你等我哦，这个东西，嗯，你帮我做，自己来呀、啊。哎，来来，先把它说晚安的，收回你们的晚安，继续看下去。来来，你总要离线哦，没事，对不起，你没玩游戏。名字叫蓝蓝。超强！我是快乐小孩，好久没玩游戏的快乐小孩。咦？虽然我这台电脑没办法画画。是哦。Lover。对啊，没办法，我之前有试过。那时候很爆炸，我那一次就是我一直在跟你说，哦，我没办法下载，哦，然后下载完发现没办法画，哦，就是这个原因哦，对啊，反正拜拜都要打好了，想的嘞，收回你们的拜拜，开始游戏，有我在，都有深夜场，那、啊、谢谢他、欸，我想打折哎、欸。啊！哦，好没形象哦，真是不好意思。关麦不会哦。哦，对哦，还好最最不在，不然他莫名其妙说一些有的没的。最最，你看，有别人的形象变成这样子。哎、欸，那款游戏叫什么 ？SEC？ 哦，还在下载。SECRE， 等你啊。有啦，在下，等我喽。你们好可爱哦、喔！你在吃什么？
走。你为什么有走？你刚刚不是在吃苏打饼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就突然有人家人拿回来开设游戏。白练现在几岁啊？嗯？他说等他高三的时候，他就要来加会员。高三？哦，慢慢来，没关系的。哇塞，我跟你玩的那只角色进度还比我原本玩的高欸。是哦。对啊，我通通都要删掉了。对不起。没事啦，我旧的那个也要删掉啦。因为 我也完全忘记怎么玩了。你还要两年，没关系。没事啊。就你小声。我是说游戏，不是你的声音。哇哇！哭啊！哭啊！怎么了？没有啊。哎、欸，妈啊！怎么了？没有啊。不是啊，你干嘛啊？耍我？我没耍你，我只是刚好说怎么了，然后人家嗯，然后我就又回你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个轮回。哭啊哭啊快好了快好了开设你说这游戏几年了这游戏也有六年了吧我还在beta版很厉害耶因为它是一个妈妈做的他一个工作他个人工作室的懂吗是妈妈懂了哦，怎么了？没有啦。我快下载好了。耶耶耶耶耶！那我们原本是几等啦？我二五，二七，然后原本的角色一开始角色是二五，再跟我自己玩的角色是二五啦，跟你玩的是二七，就是超过我的进度。对啊，我好想喝饮料。喝啊！哦，好久没喝了，我等下出去买好了。等雨停。雨婷是谁？嗯，你吃醋了、喔。雨婷是、哦、雨婷啊哈哈，哪个妈妈？你又是哪个妈妈？地方的妈妈，我要去找她。嗯？我想。Hard Normal 那我们玩 Normal 还是 Hard Normal 就游戏挂掉啦你游戏挂掉了对啊不知道什么打不开那等你啊验证完整性不平分享等你，等你。我好像游戏挂掉了呢。为什么挂掉？我也不知道哎，找不到档案。要不要验证完整性看看？哎，存的槽不对啊。那再装一次。
谁是雨婷？我不知道他都装在哪哎，怎么办？你可以按内容啊，内容吗？对，然后本机档案就可以看到了。你说原本的地方吗？哎、欸，我记得它都是存在低潮。怪怪的。你验证完整性了吗？完整性是什么？你点内容。内容。然后，本机档案，然后最下面的选项有验证游戏档案最佳完整性。哦。你试试看这个。这是什么？所有档案已完成验证。哎、欸，可是我刚刚删掉了。删掉什么？游戏重开哦。对啊，游戏重下载、啊。好啊，没事没事。我又要再等我五分钟了。没事，我去尿尿，我播广告。好啊好啊，那我要去找有什么东西喝。你朋友家有？对啊，应该吧。我去翻他的冰箱。这样有声音吗？有啊。酷欸，他的耳机是那个按键的，无线的，无线的。怎么都没有？怎么都没有？要外送吗？没办法。好，去尿尿。拜拜，谢谢惠顾。当当当当，嗯哼哼哼，哎呦，哎呦，哇，怎么还那么多人没睡？天哪！大家都夜猫，这样身体不健康哦。到时候会跟教主一样，欸、长痘痘。我一样。哎哎哎哎，没事。长痘痘。哎、欸，长痘痘怎么了？哎、欸，回来为什么不说一下？我有说我回来了。没有，谁说的？什么时候说了？你讲长痘痘那一瞬间，我讲说回来了。没有，没有。我看看，验证游戏完整性。比方说完整啊，然后打开没有办法、啊。好酷哦，我都不知道。W 不要打太多，会被隐藏起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游戏，然后打开还错了，哎、欸，真的嘞，错的，哇，为什么啊？
防毒吗？防毒啊，他好像他也没防毒啊。嗯，没事啊，开很久才来。我再验证一次看看。不行就换游戏。换游戏，然后我之后再试试看这个。嗯。我找到果冻可以吃。那换游戏你要换哪一款？我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游戏？我这样问好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游戏。他？谁？这个电脑的人。哦。你不是很多游戏？啊，那都是哪一类的、啊？我也不知道，没仔细看过。阿六就算了。我看看哦、喔，等我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双人的、欸。对啊，我还对啊什么？是哦。我以为你有在看。不是，我有，你不一定有啊。我超多游戏哎！你看，鹅芒鹅死，我们两个汪汪的杀，你是狼。嗯，等一下哦。兔兔游戏哦，我这账号也没有。嗯，兔兔游戏那个还要玩哦，嗯、就是那时候玩到后面耐心整个没有了，前面玩真的还好，后面真的是玩到有点烦躁了。我啦，对吧、啊？对啊，我现在我不知道是电脑不给力还是怎样，就是。嗯，他没办法，游玩，还是给永峰看。永峰看什么？我那个啊，嗯，我跳出来那个错误。嗯，对呢，什么错误？对呀、啊。你跳在哪里？这个游戏死了。嗯，你分享画面吗？还是什么？嗯、你没看到分享画面吗？哦，你有分享，我观看实况。嗯，看一下哦。那英打是不是 ？The game 代代，什么东西啊 ？Sorry about 什么东西？他是说我这个游戏坏掉了。对。他真的就是直接大大 The game 代代。他就真的是惹 gain 然后呆呆，真的是这样子。你就截图，你可以。好啊。给永峰看一下说，说啊，这个怎么了？不知道永峰知不知道？那、哦、有点小，没关系。我贴去那个。大图位置。你们这样看得到吗？
有没有？因为画面正常了，后面开游戏。我是贴网址，你们看到的网址。完就只能先到这边啦、啊，我们私下再慢慢讨论要玩什么。好啊，明天再玩啊。好啊，明天要玩一个他期待很久的游戏。耶！对啊，先这样，感谢各位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